好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 DJ 三十一生。今天的 news 呢比较随便一点，不会打稿子，也不会有字幕，也不会有那种很快的感觉，就很多废话这样子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过几个小时就知道，我会再另外放一个影片，就突然来了很多东西。先回到 news 的部分，一样优先活动提醒，就书库那些复刻奖励，记得刷一下。再就是美食之路，虽然我也没有打，我就把那只超旧机给刷完之后也没有动过了，我甚至连那个每天任务也没有做，就烦。到30号12点，如果要刷的记得赶紧刷。之后是。保留转蛋，记得拿啊！不要抽完之后忘记拿。你知道最近什么考 DSE 什么的，可能大家都很紧张。但是，先拿完再温书。24号最后一天了，但是新手护兽，不知道怎么翻，但是反正是个机甲，我不太喜欢。时间是4月29号中午12点，追加技能是开完之后队友的友情加50%上回合，条件是合计400 hits 一次。这边有个疑问就是，他究竟是加不加自己？那如果说米嘎达的话，可能就只是开完另外3只加50%，个人觉得是没什么特别大用途啦。我宁愿弄个什么。加20%攻击力，那个就同战型那个合作那个，然后，纪念下载，巴拉巴拉突破，我限定转蛋。这个呢，它全部50抽都有限定，然后头10抽是10颗石头，然后20颗、30颗、40颗，就50颗这样。总共你只要150颗石头就能抽到50抽，以及确定有一只流星限定。但是呢，我们之后星期天有一个蛮重大的公告，所以先不要抽。它的时间是到5月2号的。如果星期天出了什么特别大的合作，啊，你这边丢到石头，是不是就很亏呢？所以不要抽，先不要啊！就算你石头什么1000多颗，你也等合作公布完，好不好？然后再看看有没有需要在这边抽一下。新手来说是 OK 的，老手如果有一定的，就是有一定能力去打竞技什么的，高难空爵什么的，其实就根本不需要了。然后下一个部分是说实话，阿提密斯反射炮击型，被动反伤，超少雷 M，超反风，风神王 M，巨能 SS 缩减，达到16+8回合的开弱点，远袭技能三叉雷射 EL，费用型超强，十字波动，基本上就是打一带火轰救急。还有吗？扫雷反伤，扫雷反伤，扫雷反伤啊！被开了11，这两个不太确定他杀手是什么，我还没特别去看，可能等他说什么之后就知道了。封神王这边小怪还是有的啦，BOSS 的话看看超绝暴绝那边能不能吧，毕竟他作为一个炮击型，我觉得这个友情是很够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什么救水天啊，这只可能强度又不怎么够。那问题就是，它作为一个常驻炮击型，它的三维不太可能给的很高，可能就2万2万300多这样。所以重点在这边，如果作为一个炮台还是 OK 的。然后就是兽改武田信贤，某挺深有的人，反射超炮击型，被动超反风，反魔法阵，破盾。连续技能超反重，重力呼召杀手 L，条件是350速以上的两只以上，大招是12+8回合的开弱点，友情技能超强贯通，导引弹18，友情超绝爆炸。基本上没什么特别改动啊，就塞了个魔法阵，然后破盾。其实我在想，他破盾是不是在弄末世论的那个盾牌？不太确定。
现阶段我想不出任何需要他去破盾的关卡了，那就可能以后会有什么就盾牌丢陷阱的那种的话，他可以上一下场，然后用一些毫无对应的角色去打吧，这样吧。炮台来说，它已经没用很久了，它是一个攻击力很高的炮击型，所以基本上是很少去留意它的友情了。因为我导引弹不怎么样，实在真的是。如果他刺到杀手，中路会说杀手 L 吧？还是 OK 的，还是 OK 的。最后一点就是他的连血。就是固定你最多带两只，然后塞350以上，我觉得还 OK。嗯，其他也不太需要去舰队这样东西。然后有配爆炸什么的，他就直接给超炮了，也蛮 OK 的。剩下的就是重点，mini park 2022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基本上就确保了会有 news 以及一些改版啊，甚至合作啊。上一年这个时间就是十位门兽神话，然后召回合作以及改版资讯。那一样是星期天，对，星期天的晚上8点，我会转播的。只要我上次什么？上次是 Xplay Park 转播吗？在线人数有900多，看我看这次能不能再拉一下，上个1000，就大概就这样吧。然后最重要的还是这个 Mini Park 2022。那这边如果有公布合作，你再去考虑抽那个154投50抽那个东西。OK，今天就是这样。